条千里山原，将无风吹雪，我却入虎穴，凭一腔热血，与你四手并肩，龙潭敢跨越，是你的一切，给我一片天。少年翻越长风，志气比苍龙，笑傲人前的飞风，注定要相逢。外郎，娘亲，我哋走。好啊，我哋走啦。伯母，外郎，外郎，你做乜仲唔追啊？快啲追外郎翻嚟啦！奇英啊，你真系令人失望嘅。奇英，你。大哥，我先走先。燕文，卫南，你唔好怪错我大哥啊，佢有苦衷啊。乔三啊，究竟系咩苦衷咩事啊？究竟你知唔知啊？你哋唔好逼我啦，我答应过唔讲得出嚟噶。事无不可对人言，只有做咗亏心事先会隐瞒嘅啫。总之，连个铁桥三都唔惯我大哥嘅，咁证明佢咪忘情弃爱啦。而佢心目中仍然系爱卫南嘅。咁点解佢唔追你，唔亲自同卫南讲啊？佢仍然爱佢啊？因为佢有件大事要办啊。挂住办同李姑娘成亲嘅事啫啩？唔系咧，你哋听我讲啊。迟啲你就会明白噶啦，明又好，唔明又好，我田卫南已经死心啦。以后见到黄麒英，我都唔会识得呢个人。娘亲，我哋走。卫南，卫南，燕文，恭喜啊，老爷夫人！嚟嚟嚟，新郎新娘跪低向老爷叩头啦！好啦，斟茶。恭喜老爷夫人！嚟嚟嚟，新郎哥向老爷敬茶。爹，得啦，唔使啦，一切从简啦。夫人请饮茶。唔使搞咁多繁文缛节啦，都一家人咯。相公，我要嗰啲嘢咧。我从来都未听过新郎哥入新房第一件事就问人攞嘢嘅。嚟啊，我哋合紧交杯。我同你已经拜过天地，我已经系你嘅人啦。咁唔通呢个时候你仲怕我会变卦咩？嚟啊，祝我哋永结同心，白头到老。你喺酒度落毒？我冇落到毒。那些只是迷药，我要带你回去百年阁的总坛。荒谬！如果我要毒死你，当日在破庙，我就不会给你解药你吃，等你中毒而死。你说什么话？你还以为是那条毒蛇救了你？是我救你的，我就是你的救命恩人。
是你救我的。你们王家有哪个对我是真心的？你们这些所谓正派人士不过是一些不守承诺的无耻之徒，你太令我伤心了。你诈地同我成亲，等到一拿到罪证就会抛弃我。如果不是我早点识穿你，如果不是我对你余情未了，你早就死我乾坤物中掌上了。不知廉耻，你荼毒百姓，迷惑人心，杀人无数，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，又怎会愿意同你个魔女同偕白首啊？大胆，你竟侮辱圣姑，冒犯白莲教，你是正的就乖乖地跟我回去，如果不是你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我宁死不屈，那就不要怪我手下无情。仙儿失职，带不到圣德永的人头回来，仙儿愿受惩罚，请大人赐罪。过来。仙儿，你受了好多，我真的心都痛埋。多谢大人关心，真系难为你咯，要你受咗咁多委屈。可以为大人效劳系仙儿嘅福气。姓圣同姓王嗰两个人唔系咁容易对付嘅，今次你能够平安咁翻嚟，已经算系好好彩啦。我点会怪责你？多谢大人开恩，为大人你效劳系仙儿嘅心愿。讲得好，大人，你以为你喺太康堂所做个好事可以瞒得过我咩？你真系好大嘅胆，你知唔知道背叛我有咩嘅下场？仙儿一时糊涂，受王杰英嘅诱惑，把持不定，唔系全心背叛大人，先已经知错啦。而家恨不得将王杰英碎尸万段，我唔求生存，只求死，望大人成全。我又怎忍心伤害我心爱的女人呢？仙姑胆敢背叛大人，罪该处死。如果大人系落唔到手嘅话，就等卑职帮你出手啦。
边个话要杀圣姑？卑职大胆，自作聪明，乱咁猜测。不过卑职唔明白，圣姑既然犯咗咁大嘅罪，大人点解唔惩罚佢呢？咁做一啲都唔似大人以往嘅作风。仙儿系个箭靶，箭都未发，箭靶点可以毁啊？嗯，大人你所指嘅箭系盛德荣佢哋？你即刻去打听盛德荣同黄麒英嘅下落。卑职遵命。大师，请恕我哋打搅佛门清净。太客气啦，佛门开嘅系方便之门，各位施主即管安心喺呢度住啦。好彩本子嘅厢房总算清净，我已经吩咐好准备斋菜，咁多位随便啦。多谢大师。点先至破到佢嘅乾坤物中掌？边个喺度练功？大师，刚才你耍嘅拳拳法招式好特别，唔知叫咩名堂咧？请恕在下才疏学浅，未能分门归派，请大师赐教。施主果然英雄出少年，一眼就睇得出贫僧头先所耍嘅拳同各大门派有所不同。冇错，呢道拳系贫僧自创。啊，系大师自创嘅？冇错。是贫僧糅合了太极、少林两派而创出来的。哦，唔怪之得啦，大师所耍嘅拳法既有太极之柔，也有少林之刚。大师武艺精湛，实在令人叹为观止。善哉善哉，施主过奖啦。系啦，今夜啦，点解施主你仲唔瞓呢？真系惭愧，因为在下心有杂念，瞓唔着。施主是不是有烦恼啊？如今朝政腐败，外忧内患，天灾连绵，盗贼横行，邪教猖獗，民不聊生。大师，如果上天真是慈悲为怀，为什么要百姓受痛苦呢？为什么不拯救他们于危难当中？善哉善哉，命运不是由上天所定，命运是在自己的手上。在自己的手上。施主想听故事吗？好，请大师赐教。有一次，有位将军带领一队士兵去打仗，结果敌人强劲他们十倍。这位将军拿块银元出来说，看我们的命运会是怎样。如果砸到正面，就表示天要我们赢；如果砸到的是反面，我们就输。结果摘块银元出去，见到的是正面，于是啲兵战意激昂，打咗胜仗。后来有个随从攞块银元一睇，呆咗，原来呢块银元根本系冇正面同反面之分，两面都是一样的。施主，想要打胜仗，唔系靠天，要靠自己。善哉，善哉。想要打胜仗，就要靠自己。大师，我明白了。要打赢圣姑，就要靠我自己自创新招，对付圣姑的毒掌。既然大师可以将少林同太极两派结而为一，自创新招，我都可以尝试将伏虎拳同白鹤拳结而为一。话唔定，大师果然是高人。娘亲，你记得依时食药啊！仲有啊，唔好咁操劳，我好快脆就翻嚟噶啦。你放心啦，娘亲识得照顾自己噶啦。
只要你同奇英可以冰释前嫌，咁娘亲就会精神百倍噶啦。系啊，其实奇英唔系无情无义嘅人嚟噶，我哋一直怪错咗佢啦。我都冇。我唔系呢个意思啊！唔系呢个意思系咩意思啊？如果你一早讲清楚嘅话，就唔会搞出连串嘅误会啦。系本官嘅主意。盛大人，田姑娘，请你唔好再怪奇英。所有嘅嘢都系本官嘅安排，要怪你怪我好啦。为咗铲除白莲教，令你哋受咗咁多委屈，可惜始终系功亏一篑。只怪我武艺不精，受制于圣姑嘅魔掌。奇英，唔好怪自己，为咗除魔灭妖、拯救百姓，你抛开咗儿女私情，圣某实在非常敬佩。圣大人过奖啦，奇英受之有愧。田姑娘，睇在圣某份上，唔好再嬲奇英啦。听咗圣大人你讲呢番说话，我仲边度够胆嬲佢啊？相反，觉得惭愧同埋内疚添。卫南虽然才疏学浅。但可以讲是练得一身好武功，如果将来能够为朝廷效力的话，我卫南是义不容辞的。卫南，田姑娘果然是忠肝义胆，不过系出名门，现在正是效力朝廷的好机会。如果奇英得到田姑娘相助，相信很快要唱到新拳法，对付那个妖女。嗯，是啊，卫南，我得到五神大师的启示，决定以伏虎拳的刚劲勇猛配合埋白鹤拳嘅敏捷凌厉，相信可以克制到圣姑嘅魔掌。咁样一定要揾出两者柔合嘅奥妙。嗯，武功呢门学问我系个门外汉，苍拳嘅事就交俾两位。至于盛某，会继续秘密侦查百年教嘅幕后首领究竟系边个。好啊，盛大，我哋分头行事啊。好。奇英，喂啦，唔好练啦，不如食饭先啦。你煮嘅，好啊。嗱，唔该。
好吃的。那慢慢吃啊。是的，我还没多谢你。吃点生果。唔该。在这里可以判断到最有可能就是两广总督。好，属下失职，盗匪夹藏尸，其实是个圈套嚟。恳请大师。大师、大哥、卫兰，我在沙面遇到耳文，他走掩人耳目，所以女扮男装。耳文，耳文你，卫兰奇英，今次大件事了。昨天我做完嘢翻屋企嘅时候，发觉甜蜜梦唔见咗啊！吓，后屘喺台度发现呢封信啊，系圣姑交俾你嘅，原来甜蜜梦俾佢哋捉咗啊！咩话？娘亲俾佢哋捉咗？都系我唔好啦，冇好好照顾甜伯母。耳文啊！你不要责备自己了，如果你真的要落手的，就算要走你走不掉。奇英，封信讲什么？原来那个圣姑捉了圣大人，还要我三日之内亲嘴见他。他说他保证田大娘和圣大人会平安无事。岂有此理，三番四次他实在欺人太甚。卫兰，你放心，那个圣姑他这么做的目的是我。据我说，大娘和圣大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的。但是阿弥陀佛，世上一物治一物，水性火，土染水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善哉善哉。奇英，那你打算怎么做啊？我要三日之内练到虎鹤双形拳。
奇英，奇英，喂啦，你练成虎鹤双形拳未啊？咁点解你仲瞓觉啊？生日嘅限期已经到啦，你仲唔加紧练功嘅话，听日点可能打赢圣姑啫？卫南啊，你唔记得大师所讲嘅说话啦咩？欲速则不达啊嘛，慢慢嚟啦。但系就快天光啦，你打唔赢圣姑嘅话，点算啊？卫南，我有分数噶啦，你早啲唞啦。我真系俾你激死啊！入咗嚟，企咗咁耐，有冇听到啲咩声？我听到大师敲木鱼嘅声音，感觉点？啲声嘅节奏有快有慢，有刚有柔，令人听起上嚟感觉好舒服。恭喜施主，你头先体会到嘅正系刚柔合一。恭喜我？大师所讲嘅说话，莫非同我练武有关？你已经悟到受向生息。依浮如世的道理，就是不受外界既定物件的约束和限制。不受外界的约束和限制，即是说要达至心意合一。奇英，天光了。是啊，天光了。啊？能急步伐脚，以为会有奇迹咩？喂啦，我练到了。是啊，奇英，你真的练到啊！我哋成功啦，咁可以救娘亲啦。放心啦，喂啦，我要尽快救你娘亲出嚟。嗯，恭喜晒你哋啊！田伯母终于有救啦。恭喜两位施主。大师，多谢大师。寻晚当头棒喝，令在下有所顿悟。贫僧只是随缘讲下，并不知道竟然无意中帮咗施主。大师所讲嘅刚柔合一。就是突破武术的约束和限制，在下即刻明白。所以要游合白鹤拳和伏虎拳，一定要先突破两种拳法的限制和约束。所以以白鹤使出伏虎的劲度，以伏虎使出白鹤的灵巧，果然得心应手，简直是如虎添翼，如鹤如虎。意思是不需要改变两种拳的形态，而找出两种拳的灵魂和精髓。没错，卫南，以前我只是挂住形态上面的改变，所以就似虎非虎，似鹤非鹤。施主英雄出少年，贫僧佩服佩服。大师夸奖了。停，解开得了，得阵。圣姑，他们已经来了。圣姑，我哋经已嚟咗，请你遵守诺言，即刻放咗圣大人同埋田大娘佢哋。王奇英，
你叫我同你遵守诺言，咁边个对我遵守诺言啊？你令我太伤心，为咗你，我宁愿放弃自己，放弃一切，都冇生命危险。但系你，哼，我冇办法唔恨你，唔捉你嚟见我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只不过咁，如果你肯乖乖地顺从我嘅话，或者我仲可以留你一条狗命。点样啊？想继续同我作对啊，定系顺从我？你自己选择啦。只怕要选择嘅唔系我，系你。你真系大口气！今日所有带领我哋百年教圣地嘅人都唔会有命翻出去。最后一个机会你，讲到底，我哋总算夫妻一场。要突破外界约束同埋限制，然后到心意合一境界。王启英，你呢个天下第一个负心人！不要那么大声，会吵醒蔚蓝。蔚蓝她现在在大海里面睡着。奇英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这样会令到身边的人很难过的。听我说，跟我一起回去。黄世伯和黄伯母都很担心你的。我想陪多蔚蓝一阵。你吃啲嘢啦，吓！你喺崖边三日，一啲嘢都冇食过，食啲粥都好啊，吓！洁英啊，你同娘亲讲句说话啦。圣大人寻日嚟过，百年教总坛已经俾官府夷为平地，圣姑都冇晒踪影。睇嚟我哋唔使再匿喺度，听日就可以翻返去太康堂。这一次我们虽然赢了，但是
代价实在太大了。卫南死了，一切对于我来讲已经没了意义。帮我一个忙吗？是为了黄麒英啊！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！世间真正能够跳出七情六欲，参透生死的，又有几多少人呢？好在贫僧和黄施主总算有缘，至于帮不帮到他脱离苦海，仲要看他自己的做法。在贫僧来讲，一切随缘啦。但是至少俾佢明白到，要爱惜身体，食啲饭餸啊，其他嘅慢慢至算啦。贫僧尽量试下啦。多谢大师。白一公啊，他醒了，拿水来了。这里是哪里的？我们在海里救你回来的。你昏迷了很多天了。多谢。我对脚用不到啊！我哋救起你的时候，你对脚已经系断咗噶啦。咁样讲，我对脚咪残废咯？唔得噶，唔得噶，我呢只脚唔能够残废噶，我呢只脚唔能够废噶。姑娘啊！不要咁伤心啦，吓！唔可以，我呢对脚唔可以废噶。我系用腿嘅人，如果我对脚残废咗嘅话，咁唔系好可惜、好可笑咩？唔好激动，唔好激动，
我想可能有机会医得好的。是啊，有个老渔夫啊，半个身瘫了都医得好啊。放心啊，放心啦，吉人自有天相的。啊，如果我对他残废了，我连一世都没用啊。姑娘，为什么你会在海上漂浮的？究竟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奇异山崖，我跌了落山崖，是这样你的亲人呢？是的。娘亲跌落山崖死了。你还有没有其他亲人？他们住在哪里？我立刻叫他们来接你回去，好吗？我现在这样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妇女。在这个世上，我已经再没亲人了。真是可怜，你以后就安心在我们这里住下去了。我们无儿无女，虽然生活清贫，请大夫的钱都会列得出的。没错了，我明天就出去试试找不找到医好老渔夫那位大夫啊。我现在就好像整个废人一样，我留在这里只会连累两位。哎呀，老天爷要你遇到我们，是你和我们之间的缘分来的。是啊，你现在最重要就是恢复健康，希望在人间嘛。是啊，今天一条鱼都捉不到，说不定到明天会带到整网鱼呢。没错了，一定有希望复原的。我都不知道怎样多谢你们。想报答我们最好就快点复原。是啊。